中国哦，送予咱台湾一对鸟禽，咱台湾迄个时阵嘛，答应讲要送中国一对这长鬃山羊，还佫有一对梅花鹿。他们收到鸟禽已经两年四个月啊，台北市立动物园明仔早起嘛要甲这动物啦送去中国。而且呢，是以这计查某囝的心情来举办一个仪式，嘛希望讲这保育类的动物会当去中国扎一日世界。鸟禽团团圆圆已经来到台湾两年四个月，台湾总算要把一对长鬃山羊甲梅花鹿回送给中国。而在台北市立动物园，以计查囝的心情，准备十二项计证，要给长鬃山羊喜洋洋、乐洋洋，甲梅花鹿繁星甲点点，请伊到中国过新生活。这是新生活，拢还袂开始，在后头处是先希望两对宝贝巴肚会当卡平。除了要百年好合、永浴爱河之外，还要早生贵子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山东很快的繁衍出下一代。飞檐走壁、功夫真高的长鬃山羊是台湾珍贵保育动物，梅花鹿是台湾特有亚种，两对拢会被送到山东威海市的劳工的国家森林公园，威海市副市长特别来贺送，一直讲这是两岸的重大交流，嘛无忘记探讨保育动物交流的场所，顺便鼓舞台湾人嘛会当加去中国交流。喜羊羊、乐羊羊与这些六公党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、观光旅游、考察企业。就像甲四川的鸟禽团团圆圆送来亚热带的台湾，热天拢会吹冷气。即马咱甲亚热带的长鬃山羊甲梅花鹿送到温带的山东，冬天嘛要准备烧气风吹。即个互相方正常的保育类动物，排着两岸交流的重责大任，拢会得到高规格照顾。记者林静梅、夏基文台报报道。